染头发，好想染头发，好想染头发。晚安，真的超想染头发。快赶快换新发型啊！已经忍不住了。今晚准备什么？其实我刚刚就吃了一点。我刚刚这礼拜是那个期中考周嘛，所以都是考完就可以下课。不是啊，我目前是准备了三个发色给公司挑，就紫色、蓝色跟粉色。等到他们说我可以染的时候，我再去染。我今天，我刚刚原本五点半吃的那个石锅拌饭，但是我没吃完。我今天没有很饿，就这样。而且染粉不，这次是不一样。我跟你讲，我这次不会再染下面，我要整头染，而且染粉不是那种深色那种特别亮的那种。我真的是，这是我梦寐以求，我想要染那种梦幻发色，感觉就很好看吧，不知道，感觉就很好看。Hello， 看是我的新大学T，新裤子。啊 ，P 的不准啊，都用染的比较好。现弄卡哇伊 ，Darling， 那个小，魔力农场，等一下我看一下。Call me， 什么？啊 ，Darling， 那假装是的吧？那 love is 爸爸，说能吹过呀。我跟你讲，我跟 Annie 还有录很多很多很多 TikTok。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个只是小事身手。栗子那天生日会，怎么了？请说。新衣服、新裤子，哎，这个单价都不便宜，因为我想要高品质，因为我之前你知道国高中的时候比较穷嘛，怎样啊？我那时候国高中比较穷，所以很多有时候衣服啊、裤子都是那种，两三百块那种。我不是说两三百块是不好，是品质不好。嗯，谢谢保罗的香槟，谢谢保罗，大气大气，谢谢保罗。就是说呢，就穿不久，因为材质不好，所以穿不久，就很容易就坏掉啊，毛花那个波浪领啊之类的。因为你都没啥出身。被发现了，因为他们一直是镜头前面，然后我就一直吃狂。我跟你讲，真的超丰盛的。那天，我也忘记反什么了，反正有我最爱吃的烤鸭，我真的超爱吃烤鸭，就是烤鸭，然后有那个饼皮嘛，然后沾那个烤鸭酱，然后再放一点葱，然后吧，那个超好吃，那真的超好吃的。然后还有起家鸡就不用说了，超好吃。哇，这个火箭还不给人唱你的歌，他们一直唱，唱一次就算了，一直唱啊。每天一个早餐，我真的一直吃哎。而且李佳怡超可怜，她为了直播，她没什么吃。那不是葱，而是葱啊。OK， 你们懂就好了。啊，我狂吃猛吃，而且。家里爸爸每次都会忘记，不是忘记，他都会怕我吃不饱。他说：“啊，某某要吃啊。”因为我都现在都叫很奇怪，现在他们叫他干爸，我都直接叫爸。然后李佳怡就说：“不要叫他爸。”然后我叫家里妈妈，我就说：“姐姐。”哇，你超爱吃那个饼皮。对啊，李佳怡那天真的打扮跟新娘一样。他就说我也快二十了，
看李佳丽过成这样，我真的对自己二十岁有一点小幻想，有点小幻想了。那下人是重点，因为三个都是重点。越是说岳父，哼。可是我没有那种财力，我没有那种财力，他们家真的太有钱了。看，然后先有个场地，然后请这么多人吃饭。前提那时候也在幻想那边说，我也想要那种就是。你们不要看那些什么气球啊，什么每个人生日都有，那很多人幻想就生日的时候啊，有那个什么生日的，然后还有自己的名字的那种气球在上面，那种感觉很爽哎。好的，各位，好的，就是这样。当然有捷运的那个。看板也是很不错的啦。主要是看你朋友有没有心。以前会很害怕过生日，为什么呢？怕没有人记得，怕没有人送礼物。我就是这么。蛋糕吃饱，我跟你讲，那个蛋糕李佳一开始还说，啊，可不可以不要吃？他说可不可以不要吃蛋糕？然后我就说不行，那个蛋糕一定要吃啊。对，他说那个蛋糕3500哎，然后说我可不可以就这样子冰在冰箱，然后等到下一个21岁的时候，然后可能再拿出来拍这样子。那个蛋糕真的很好看，而且还有亮晶晶的东西。是逼他切，他爸爸逼他切蛋糕。怕过生日是怕没人记，对啊，小时候，长大觉得还好，就比较会那种失落感，可是其实也没差，因为你生日本来就不关别的事啊，不关别人的事。只有小时候才会在意这种事，长大后就算了。我觉得李佳丽他们家一辈子都会这么过生日，因为上次我也去过姐姐的生日，就是佳丽她妈妈生日，也是办成那样，真的是很浮夸。
叫人家姐姐，我一直都叫姐姐，好不好？我那天去 Annie 家，也叫她妈妈姐姐。对啊，我其实蛮喜欢家里他们家的人生日。他们家的人生日代表有饭吃了。怎么会没有，好不好？像邱品涵啊、林雨欣啊，他们也都不会讲话。真的？哎，我跟你说，哎，你家超漂亮，而且他跟我说，那是他妈妈设计的。哦，你说白龙，对，白龙。超像那时候李彩杰他在录那个，然后在录李佳丽，然后就录到邱品涵打哈欠，然后邱品涵超紧张，把他相簿删掉，然后后来李彩杰又去那个垃圾桶里把那个把邱品涵删掉的影片载回来。不吃，我跟你讲，他们就是希望我们吃。晚餐好吃。没有，他就炸给我们在场的人。他就，然后一边笑一边吃一菜姐，真的超好笑的。每次我要准备去他们家吃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肚子已经很饱很胀，因为真的每次从他们家出来，肚子都是饱到想吐那种，真的是大吃饱。真的一个月不要太多次，身体负荷不了。他们觉得很厉害，他们家一直这样吃东西。他们怎么还能这么瘦啊？真的，因为我直接爱上姐姐炒的那个，我爱上姐姐炒的那个辣高丽菜，真的很好吃哎！最近去了两次都有炒，喜欢。这次生日也吃哦哦。这是什么？他们家做火锅真的是超级无敌强，那个料真的是，而且重点是他们的肉，他们的虾还是要求新鲜的那种，就是早上去买，就是要求新鲜。然后他们牛肉也真的是非常好吃，而且超多超多，就是你可能吃完这一盘以为没了，然后还有一盘，然后一盘端出来，然后又吃没了，然后又有一盘。就是它的肉是冰箱无底洞，你知道吗？包够。我第一次去就是被他们家的肉吓到了，我想说啊，我吃好多会不会不够啊？根本就没有不够这回事。去海底捞都没吃那么饱，啊！我真的很想叫海底捞来家里吃。真的，以后大家有空的话，一定要去李佳丽家吃饭。海底捞对嘛？啊，海底捞就这样吃一次就好了，吃一次就好。所以我在现实动画才发哦，能遇见李佳丽他们李佳姐妹一家真的是太好了。
我随时都要哭。我给你们看，那天拍的照片，我跟他们蛋糕合照。然后这个是黄姐拍我吃东西，就是一整个闪，这个相机直接怼我脸上的那种拍法。我在吃炸鸡，你看我的手套还戴着。而且他们拍立得一买就是80张，80张，请问你是要拍什么？你是要拍动图吗？拍的好像，对啊，我就想说我20岁，我就拿这张出来就好了。他那我蛋超好吃，他有分抹茶跟巧克力口味，而且一般跟蛋糕拍没有。那时候李佳丽说那个蛋糕很贵啊，所以要多拍一点。所以要多拍一点。这个是豆腐辣汤，因为今天外面实在太冷了，你知道吗？一整个很想喝汤。对，多拍蛋糕。切下去的时候，李佳丽还在那边心痛。我跟你讲，李佳丽这个人真的很酷。他对朋友，他真的是很值得交的朋友，因为你知道他对朋友超好，他完全是用真心在对待朋友的，这个、看得出来。他感觉出去就是那种傻傻会被骗的那种，是有人稍微对他好的话，他就会整个陷进去那种。我说女生呢、啊，这蛋糕是人太好，嗯，人真的很好。那其他好像 Maggie 也是那种。我发现我身边真的都很多那种对朋友很好的朋友。我做人真是成功啊，都遇到这种。同事问你一样问，还不会。蛋蛋，我跟你们讲，我今天考试，太狠了！你知道我们今天考什么吗？我们今天考的是一个口试，就跟一个作文。作文。考试我没问题。我们那时候考的是旅馆专业日语，反正就是一些，就是预约房间呢，然后稍等一下，反正还蛮简单的。反正就是这次的考试是50分，然后下礼拜是50分。然后。啊，这个不重要，反正是重点是刚刚的作文考试。作文考试你知道，因为我们这个班是就是比较没有，我们这个班是比较就是没有基础，没有日文基础，都是刚进来的那种。虽然已经读了一年，但是也没有到我觉得没有到可以好好写完一篇作文的程度，你知道吗？没有到这种程度。然后那个今天那个老师他带的班好像是就是比较有程度的那种班。然后他就给我们写作文，然后老师他在我们在写的时候，他就在那边走来走，他说同学们不会写的话，可以照就是他有给我们一个什么段落大意什么那些那种，可以照着上面那种写，然后大家还是写不出来，大家都写不出来，只有少数几个人写出来，而且我自己是乱写，因为我真的我也不行，我跟你讲我也不行，因为你突然要我。一年差不多了吗？
我们这次的题目是那个兴趣，你的兴趣，还敢乱掰啊？对，你知道 Maggie 写的什么 ？Maggie 他就说我的兴趣是跳舞，结束了，400字，他要求是400字的作文，然后我就写我的兴趣是看电视，我的兴趣是看电视，然后我每天起床就是打开电视，然后边吃早餐。电视的内容都很有趣，什么叭叭叭，反正之类，我就乱写，我真的不知道。坐副驾，我真的是乱写，我根本不知道我文法是不是对的，我感觉我完蛋了。可是我看到其他人的，我就还好。你知道我交作业的时候，我看到上面的考卷是什么吗？几乎都是那种写到一半，不然就是写两行三行，不然就是完全空白那种，让我安心许多。对，字先错满，我大概剩我写了1/4吧，剩一点点，掰不出来。如果换做中文，我可以掰一个出来，但日文我想掰也掰不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写，我都会找那些超简单的单字来让我写。有真的，可是这就是我的兴趣啊，不一样。那老师很像很惊讶，我们不会写。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交白卷，大家都应该都是写题目，然后写瓦达西哇，然后就没有了。有少数几位同学写得很顺利，填得很满。然后明天是体育考试，明天体育。然后礼拜五考单字。那个怎么考？老师，我的体育课是核心运动，核心就是考我们几个核心动作这样子。对，然后我配合一些是羽球啊，羽球就是对打，然后几颗球，桌球对打几颗球这样，差不多是这样。然后下周是考体适的。为什么要自我介绍？我要自我介绍吗？你有在练吗？我需要练吗？体适能轻轻松松好不好？我的动作绝对是又标准超标准那种，因为我跟你们讲，我高中我们学校就是很爱体能啊，所以很多知识我都学过啦，我根本就不用再学了，所以那就只是在做我高中做的事而已。只是很多人做起来会很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简单的动作，而且很好笑的是，你们知道波比跳吗？波比跳就是要一个先开合跳，然后再下去做一个浮力挺身的动作，然后到大学它变成原地跳，然后下去趴下的动作，我就什么鬼？这样有运动到吗？讲的 TP 才不会。要真正做才发现，我体能真的比高中差了蛮多的。大学变得不再威武。还是有运动到，对啊，而且我跟你讲，礼拜三是我最累的一天，因为早上两节是那个
体能的课，然后下午两节还有一个皮拉提斯的课，而且我4堂课都同一个老师。然后因为下午那两节是通识，然后 Lena 跟 Maggie 就会跑来跟我一起上。我们这二年级就故意都选一样的课。光看放假时你就有多腿肥，是的。反正礼拜三我都超早睡，因为礼拜三我很累。哎，有押韵呢。放喷枪，上怕喷到我衣服。不是啦，我那时候就是为了想说，大学这么废，一定要来运动。应该要选个运动的课。你二年级，哎，什么意思啊？我那时候，我们的毕业门槛是那个，要考 N2。然后黄姐姐就在旁边说：“哦，嗯，很简单的、啊，那不会日文的都能考得上。我真的麻了。谢谢流浪人的香槟，谢谢流浪人大气大气。那个真的不难，你们很夸张哎、欸，等下。”N2要写作文吗？而且我N1先不要，N1先不要，我觉得我有N2就好了，不用吗？他是每年的考试都不一样吗？N1也没有，真的假的？我以为会考作文。可能就是考一些文法跟单词吧，单字量。日文真的是文法越学到后面越崩溃。它一直变来变去，变化。二年级就开始一直学变化，全部混在一起。看起来好辣，不辣不辣，一点点辣。你能懂一个程度就哦，阅读测验，可是我觉得阅读测验还比较简单，因为至少看得懂，几乎是看得懂，大部分能看得懂吧，我也不知道，差不多能看得懂。汉字，等下这边有几个 N1 的、啊，真的假的？有 N1 的吗？要看文章哦。你是 N1， 我知道你是 N1， 梦怕了吗？跟普通人一样。语速，你说你学日文一年你就 N1 了？那你真的是学了一年，因为我们不是学了一年，我们是一个礼拜可能上个二天两个小时的课，差不多。哎呦，听力测验，我觉得听力测验很难哎。是真的住在日本才开始。哦，对嘛，你住在日本学，那肯定跟我们差很多啊。对啊，你看六哥被他们讲得很简单，对不对？不要被骗，不要被骗，真的不要被骗。那么是日文系，对啊，你现在才知道啊。你看 N2 一点过，好，谢谢，谢谢你的鼓励。
学霸等级不一样啊。对不起，我以为是椅子，就是墙。Sorry， 我没考过，但我也不觉得会。没考过的人没有资格说话，讲一堆废话，然后问你之后要干嘛之类的。哦，就是讲一个故事嘛，然后问你故事中的内容，算是这样。志宏，你没有考 N2 吗？你有吧？你的听力很好，没问题。你需要记？等等，我什么时候听力好了？我怎么不知道？读解，哦，阅读测验。我觉得单字真的很难，因为我觉得日文的每个单字都好像。还有那个什么，刷120的怪，然后说不能。三，对。你的听力很好，谁听力很好啊？等一下，到底你可以好了，你去找流浪人补习。是怎样？你们现在直接来个哎，流浪人收钱呐、啊，你不能免费呢，你不能免费。你很优势，你是说我们团有那日本人吗？可是其实他们讲我也听不懂，以前是完全听不懂啊，然后现在进日文系是可以听得懂一点点，就那种比较简单的词听得懂。默默握手券100张，我的天！对，当然，我觉得你可以去开班授课。美玲跟麻辣的语速大概没有，你们他们讲日文的时候，他们讲的很快，好不好？就不不不不不不那种。因为真的很简单。好啦好啦，好慢。其实差不多去外面上。可是他是日文的课，然后不是就是两人有点类似那种家教那种感觉。那一对一那种，不是那种去外面的补习班。家教一般会比较贵哦，各位你们要想清楚。啊，截图！啊，连珠炮，连珠炮是什么啊？都是没工作的才去教日文，没工作哎，教日文很赚吧？我跟你讲，如果当家教的话。那个钱不是蛮可观的吗？家教不是蛮好赚的吗？我看，对啊，私教很贵、欸，还是蛮直播讲很慢，我的天，对他们私底下在聊天的话，他们讲很快，真的啦。没有天天哦，除非要很红那种。教你们怎么成为当红的家教老师，首先你要温柔，没别的，你要温柔，然后也要适时的搞笑，然后重点是教得好，这种会缺学生吗？不会，首先你要是一个不必报名的小班，一小，你说班一个班就一小时就450了，那如果是家教一个小时多少钱？你们知道吗？
一小时400，好贵，好贵哦。重点是长得好，戴口罩谢谢，戴口罩。看你要找什么级别，就是找一个 N2 的家教就好了，不用太强，就 N2 能过的家教。我干嘛要找家教？等一下，我自学好吗？不是我上课好吗？终点费啊！而且我都有很多热心的同学，你知道吗？心思我，你还付费？一小时1800？我不懂，我不理解。太贵了吧？我刚刚就想说一小时400，如果对普通人来说已经算贵，但是对豪门来说400还可以，所以他们应该都是请1000以上。哎，哦，400是不是400？我就想说，地球算的教材，这样还400。这样如果直接来学日本语比较，对啊，直接去日本还学的比较快，1小时，对啊，而且如果万一他是一对多，400块，然后一对多的话，那可能比如说5个。就2000嘞，助理那么累，对啊对啊，我就说好赚，直接去，对啊，你把这些钱，你看你这样子学，比如说你学了1-2个月，然后你花了10000块了，那你还不如花那10000块，然后直接去日本。然后边工边赚钱，然后就可以边学日文。我说的是不是很对？在学校的时候就有跟日，我觉得到日本的医院上班，你会很想死，因为他们那个什么学名啊，全部都要转成日文，那个也还要背。员工日文讲的还没有啊？那边的员工是怎么样？自己只能跟那我跟马友可能会无话可说。说嗯，嗨。打工旅游学听起来就很赞啊！你还要再旁修日文，真的假的？哦。130万日币是多少台币啊？你只读了1.5年吗？35，1年35。哇，不行哎！突然买枪，结果直接听日本人讲解。看看那个刘美玲，台湾前才开始学中文，现在听。
我真的觉得跟台湾人就是跟讲那个那国语言的人生活在一起真的最快。没有啊，他说130万日币，所以三十万台币。大啊！工作才学哦，所以你看，所以你学校教的不多，然后工作学的才多吗？请问这数字是哪里来的？你去网上复制吗？认识有去过语言学校，没人考不过。嗯，OK 啦 ，OK 啦。我觉得我们要这班导很好哎、欸，他对我们都很好，他还会拿那个课外的时间来教我们。他去打工，日文会听不懂。哦，也是哈。同学根本就不想跟不会讲日文的人。那你去打工，你听不懂怎么办？日本留学交友人，交女友，然后工作，交朋友，我们可以改成交朋友，不得不学。那你们会被客人，就是客人那种瞧不起吗？就是讲很多次，然后你都听不懂，有没有那种时候？洗盘子啊，哎，洗盘子不需要交流啊。第一交往，第二打工。但是哪一个日本人会跟不跟自己不同语言的人在一起啊？超难沟通哎、欸。女生敢讲优势就真的假的？比如吹你洗筷，然后那嗨呀酷，然后就嗨嗨嗨。中文很好的日本人，想学中文的日本哦，我觉得应该是想学日文的，想学中文的日本人会比较会对我们这种完全不会讲日文的人比较有兴趣，就是互相交流。可以一起说英文不行，就是要逼对方能说日文。哇，你大嫂就日本人，这么酷。客人你不讲他们也分不清你哪来，反正就是觉得你讲的就不像日本当地日本人这样子。学点餐，学结账啊。我会那个好，我忘了。所以你找麻友啊？在台湾的日本人蛮敢找中文学班，真的假的？我只好去加日本啊。想学日文谁呀、啊？英语会一点点，英语会一点点。还有想学泰文的日本人，谁想学泰文？日本人不会不给啊，本来就不会给任何人特权吧。我今天考过，但我忘了什么卡斗哦。反正就是问能不能使用信用卡，我记得的，但我又忘了。反正就是一个旅馆的专业，而且他今天还要考这个，然后我还回答出来，而且我是昨天开始背的。啊，カードを取ら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すか？我跟你讲，我背了很多句。我跟你们讲，我发现要是 accent 我可能会有点不标准。
我们家的是 Toro Sase de 旅馆专业旅，是比较有礼貌的那种。就跟小情侣练习，他们才不会教我。你的发音超棒，全都。哎呀，你不要那样子讲了，哎呀，真的没有很好，真的没有，真的。而且我跟你讲，我这有一句很好笑，他说预约两晚，预约两晚就是你还泊でご予約をいただいています，いただいています。那时候 Maggie 在说这句怎么念，我就说いただいています。你发音没梳理，真的假的啦？没字幕，突然听那么懂。这尼哈库就是两天嘛，两晚，然后国有亚库哦就是预约，然后いただいています。人知道いただいています是什么意思吗？反正就是很多什么一搭，我那个一搭是吗？就是一搭，这个一搭很烦。通常说日文下面有啊，你要等一下，我们的翻译会比较慢出来。对，一搭搭。啊，我们这边叫不一样哎，他说。是カードを通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すか？他用的是 K， 你用 Key 是有什么变化吗？我做这件事的，哦，哦。完全不懂，我也不懂，反正你不看他就好了。いただけ，就是干脆别念是吗？いただけています。させていただいただきます。K 是可以吗？哦 ，K 是可以吗？对，你刚刚是谁？他没事啊，没事的。想好好学，想啊，我想好好学啊。两人握手会带课本来，我们还没有加到可能性。现在还在那个。哦，意向型可能型没教，还没教。现在就在什么普通型、词出型，然后动词、名词、一型、动词、形容词、那型什么他型、得他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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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型，老师还没教，他说他之后会细讲之类的。那你现在这段直接背起来就好。又来个包。可能不行，可能不行是什么？哦 ，OK， 我刚刚说什么 ？OK 吗？是怎么说 ？OK？ 你有小盒子？应该吧？啊，我知道了。哦，我不知道。我想说，老师有时候讲义有些地方我都不懂，看不懂。可以问，但是怕你们打起再麻烦。外长真的，可是他说其实这个不常用，因为他普通敬语那种，他这个就是很近很近的那种敬语。我们等等等等，我是要在那种三十分钟内直接到可以考 N2 程度，人家说我一年就考过了，我三十分钟我什么天才啊？
你怎么每次都讲什么什么讲一半？OK， 罗拉风，萝莉吗？出社会，社畜服务，社畜，有到社畜吗？饭店人员，但是我应该没有要做饭店。怎么听到奇怪的声音是放？没有，应该是这个椅子摩擦，这个吧。没有，这植物放个屁！夸张哎，竟然说我放屁！签个签，真的可以这样哦？你去啊！你呆呆哭。真的假的？我没有 Twitter， 就不要哪天吃地瓜。哎，我好久没有吃地瓜，我高中很常吃地瓜的。OK 的，你看那些日文书上30分钟，你觉得有可能吗？问你啊，你觉得有可能吗？根本就不可能，根本就不可能啊！もらうくれる，会，我会。我跟你讲，我学过，但我有点忘了。もらう跟くれる，我跟你讲，我真的学过，100%学过，老师有教过。但是那好像是在一下的时候，是吗？那好像是一下的时候教的，你可以再跟我解释一次吗？我有点忘记。对啊，现在地瓜，因为高中就只有 7 的选项，所以就只能买地瓜。嗯，我们现在差不多学到 N4，应该是。今天双十一，各位单身购物节，大学 T 买起来，多买一点保暖衣物，因为这周是断考周，所以期中考周，所以补习一下，都是等到一个是你，对，我想起来了，对。谢谢你，我想起来了。哎，你高中东校西校那个能吃，真的？是真的假的？怎么可能？没有看到自己曾经学过的东西被打出来，然后我还有印象，我觉得很感动。放位置，好 ，OK。恩师，真的假的？我跟你讲，汉字真的很难。主播，我跟你说，很多时候考试的时候，老师都不是说需要你在汉字，就是如果你要写汉字的话，你就要在汉字上面写评价名，然后就养成了一种。就因为你看你多写一个汉字你也没有办法剪掉评价名，所以你就干脆直接写评价名，然后我就讲成一个不写汉字的习惯，然后导致我看到汉字我都会无煞煞。那都是高手，对，没错。汉字出来还是啥意思？
真的无法，我去拿水。哎、欸，不对，我有那个，哦，我那个水，哎、欸，很好喝哎，柠檬水，柠檬气泡水。雅虎 Japan 的新闻的，啊，真假的？为什么要看雅虎 Japan？ 没有考手写，我都懒得记。那中文的汉字用还可以这样？哎，我今天写作文的时候，我超想写中文，但是那个老师有点。嗯，有点不太好惹，我怕他把我叫出来骂。至少你要关心日本，对吧？对啊，因为气泡水能减肥。啊，新闻内容要看得懂。我那时候还有听我们老师说，他被面试的时候，他那个面试方就要他们念一段文章，然后主要是想听他们的顿点在哪里，就是你念完一个句子会有一个顿点嘛，然后他就想听你那个顿点在哪，然后看你就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嗯，你想减肥啊？是吗？然后手机把它翻译，但是这个老师超好笑的，他让我们把书包啊、铅笔盒啊、手机全部放到那个黑板下面，啊，有点回到高中的感觉。问神七，你认识几个？真的会问神七吗？拉丁，这样还紧，没有了。那如果他没有关注 AKB 呢？没有关注日本的偶像呢，好，好为难，也是哈，可是他们搞不好不知道他们在神奇里面，你知道吗？因为一般新闻会说什么 AKB 前田敦子或 AKB 什么。路边吗？他们不会说神七前田敦子，他们不会这样讲。从外面开门声，离我的门好近。文静，真的假的？跑卓通是什么？
首歌。哦，这是一小时的啦。爆竹没有啊，没有听过。对对对，对啊，所以我就说神七，神七他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神七的人，他没听过神七这个词。今天空气，天气吧，公主，这听起来未成年。啊，宝珠是什么啊？是你爷爷公司。我看，看到自己的哦，还可以带话题哦。他们还对啊，我边说减肥边说吃啊，这就是我。我做我自己啊。剧团能带话题啊、哦？你们对团是对谈是用日文的是吗？用日文带话题还蛮难的。哇！那好难哦。那两个台湾人用日文对谈是吗？我们老师，我们老师还跟我们说。很多学长姐他们考过，但是他们遇到那个面试官讲日文，他们就会突然听不懂在说什么，可是事后想起来又能懂他们的意思。他们就是紧张到他们会忘记，就当下会全部听不懂他们讲什么。日本来一般是打去大陆哦。方便面，方便面有健康的吗？好，你先离开。唉，好，气泡。老师也是，我很会带话题，可是如果是用中文的话，我很会带话题；但是用日本的话就很难。我很会延伸话题。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朋友聊天的对象都那么多，每个都在丢图丢图，他们就在丢那个他们对话截图，然后给我说要回什么，要回什么。那雷娜、一真啊，他们都在丢。我们还创了一个群，就是专门丢他们的对话截图，然后我负责回复。好，李李要点怪怪的歌了啦！你之前点的歌都很怪。日检的听力发音。就是那种带有一点口音的日本，我懂。他们加入那个群，很好笑哎。我跟你们讲一点对话内容，我看一下。我想先看 Lena 的，他在聊天这个男生，他们刚聊。
然后好像这个男生有刺青，可以 carry， 这是聊天群哎，Lena在聊天的一个人，然后这个男的有刺青，然后 Lena 就问他说啊，你下次想刺哪？然后那个男生就回说没钱刺啦，我今天输了40000，心情很差。然后他就说这种时候回什么？我就说你要听他跟你讲的重点。他说他心情很差，心情很差代表想被安慰。为什么心情很差跟你讲？因为他想被安慰。然后其次是那个四万是这个话题的主语。他说他今天输40000，谁一开始就会直接把一般人只会说哦我今天输钱，但是他说了40000代表他想要觉得我们觉得他够把这笔钱拿出去赌，他有这个能力把他拿去补。然后我就说那你就回哇你是赌什么啊，表示对这个话题有兴趣。这就是我的回复。我笑那男的说40000，没有，他就说他心情很差了。你就说白痴哦，谁会把40000拿去赌？要这样吗？我来看一下一真的，不对，那个后续呢？后续反正那男的他就说哦，他赌的那个东西，对，他说我真的很想哭泣。然后 Lena 就问我，黑野之行的告白气球，因为我没有40000可以。然后那我哦，这个还不错。我说那我心情也很差哎，因为我没有40000可以输，就闭嘴。好了，各位你们不要再关心那40000了，那是人家的钱，他想拿去赌就拿去赌。也不是赌吧，是投资吧。哎，不对，反正就这样。我来看一下一真的吼，一真的长怎样。嗯，他是传到这个里面吗？你如果在那个 LINE 上面打说怎么回，就是怎么回，这应该会有刷一排下来。我说最近很忙哎。那我们听到40000，4000你就先别管了，有点忙着帮人回讯息。哎，这是答，这是他上一个男人的，不是这个，不行，因为一真几乎都是当面叫我帮他回的，我看我忘记有没有截图，我要看一下。好像没有在这上面，没有，看一下 LINE 好，是几个人我不知道啊，他们在玩一个软体，然后就每天就跟很多人聊天，然后又不知道回什么。没有传上面，所以那一真比较常跟我见面。怎么回一真？没有，他们没在一起。对，就是一些有的没的聊天程式。我觉得我个人觉得那种聊天程式就是在训练大家的他的说话谈吐，就是在帮大家训练这个东西，就你可能有社交恐惧的话，你就很适合用这个东西来训练自己。不知道回什么，对啊，反正上面很多啊，随便换就好了。但我觉得上面的人应该都不符合我的气质，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软件欸，可是他们都没训练，都找你。有啊，我都会，我会一边回一边教他们、
我那时候就会跟他解释，就是他说这个话，他想暗示什么，然后你回这个话，你想配合什么，这样子。这是我天生具备的技能。而且我跟你们说，我要跟你们说一件大事。今天我们才确认，哦，今天早上的英文考试是11点到12点，然后我定了10点的闹钟，然后我睡过头啦，我好像睡到11点半左右。我好像睡到11点半而已。粉丝团，好吧，要加吗？加那个有用吗？大家可以加一下，没加粉丝团的可以加一下粉丝团哦，谢谢。就是这样。而且，可是，那要读吗？英文需要读吗？英文不就是些基础吗？没有啦，没有啦，开玩笑。可是我跟你讲，昨天，可是我觉得 Maggie 比较夸张。Maggie 比较夸张的一点是，他昨天考试的时候，他上课迟到，然后老师那时候已经让我们在考了。然后在考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没有看到他，我就以为他没有要来。然后结果那时候我考完，我问他在哪里，他说他那个时候有看到我们在里面考，可是他不敢进来。然后他就这样没考到一科哎。我至少是睡过头，然后我去学校来不及考的那种。他是到外面了，然后直接不进来。谢谢保罗加粉团，谢谢。还敢睡过头啊？对不起。Oh my god。先增加1000点养成值，可获得晋级的萌新。重修 CP， 我不知道为什么关掉。我每次，而且我跟你讲，我每次都设两个闹钟，两个闹钟之内我一定能醒来，但是今天不知道怎么样，很困。结论就是没有，我有考到昨天那科，然后我没考到今天那科，然后他没考到昨天那科，考到今天这科，可是我们两个科目是不同的。谢谢空叶加粉丝团，谢谢。大家没加粉丝团可以加一波粉丝团，加粉丝团的好处是，我也不知道，但是可以加一下粉丝团。我那天那么尽心尽力的去帮李佳丽招粉丝团 ，Rocky Roll 为什么 ？Rocky Roll， 哎呦哟，真的很好笑。上班迟到一小时，那天基本薪水基本，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不是都在偏香槟吗？和流浪人再来三个，那喊了多久？我没有，是他们本来就要送，我只是在旁边加油添醋而已。大家礼物送起来，那种来。哎，谢谢刘二人，帮我的好姐妹支持一下我的好姐妹。我的话就不用了，
谢谢李毅超级购物星，谢谢。还差六千，你这，我今天收了跟王是吗？今天掉了五千多啊！大气大气。结果我超尴尬，哪会尴尬？哪会尴尬？不会尴尬，只要你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你要学会不尴尬。我最会。当你说完一句话，你觉得很尴尬的时候，比如说我真的觉得很好笑，然后没有跟着你笑，你就冷静下来看着他们，但他们就会尴尬，尴尬的就不是你，懂吗？像这样，早知道栗子会念，我就不要上榜。哎，栗子一直都会念呢、啊。在笑，没有，拜托，买买我的声线，新的声线又要出来的，大家请准备。对，默默学尴尬，大家都会念榜吧？有谁没在念榜？不发不买，好，我发，你发了你会买吗？你确定？能数量能超过三吗？修长是看到我的尴尬，没事啊，没事啊，大家只是去吃饭。我那天也是听到么，这么难得，这么难得。没事啦，没事啦。还好我不是致命，什么意思？所以那天你们哇，我跟你讲，那天几点回家？那天一点还两点，一点还两点才回家。大家都坐电车。哦，他念自荐内容哦。哦，你是跟雪梨奇吵架是不是？你是不是跟雪梨奇吵架？明年会不会破纪录呢？不可能，不可能，没有啦，不会啦。这么晚好，没有没有啊，就坐电车啊，很快啦。上榜了，真的假的？上榜会念字迹，好酷哦！我第一次听到哎。粉丝要怎么跟偶像吵架？哦，我也不知道。哇，有怪哦，我不知道啊，你们这么流浪人，我也不知道。生日短袖，你说生日 T 恤吗？是吗？那小迪在开玩笑了，他没有认真的，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放在心上。那如果上榜都是同一批粉丝呢？因为我在榜上几乎都是同一批粉丝，这样还要念字节吗？有卖的吗？有卖啊！如果你现在想买的话，可以买那现在出的成员。我现在还没有，之前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会念字节，就跟这里一样认真走心。Yes。不过这个还是会怕死。哦，每次都会改哦。哦，原来。每次直播粉丝啊，哦，没有，我的
我的生日，我的生日要六月。如果你要买的话，你可能要follow我到那个时候。当做留言板很酷哎，第一次知道。我们要学吗？想起夏日会被哇哦！没事没事，我这个人很开阔很开朗的，你们可以推我跟推起一起推，大家都是一家人。你可以推我跟我喜欢的成员。立即改快乐，明天对，明天生日再买，希望你还在，哈哈。你要的话欢迎吧，欢迎。我这次还需要买五件吗？不需要了，这次你就买你想要的件数吧。主要是其他人问起。哦、那你们可以在心里推我，如果那个成员会在意的话，那你们就把字界改成他吧，因为我们有些成员他们的就是心思比较细腻，会想的比较多，他们可能比较在意，我就退一步吧，退一步海阔天空。那你不喜欢我的意思就是说全部的成员啊，你们懂吗？我喜欢的成员就是全部的成员啊。徐轩家那个真的好看，还有更多，敬请期待。那徐轩家的厕所就是那种饭店式，你知道吗？他妈妈真的，而且他跟我说他妈妈设计真的超好看。我要再讲一次，姐姐真的超会设计。然后那时候还是我去当设计师，然后徐轩就说：“哎，我也想过当设计师。”就莫推啊！好啦好啦好啦，你也是啊，你也是就低推是吗？那个对对对，那天其实我以前也很爱打法哭，可是自从我高中以后就没有再戴法哭了，因为我觉得有点装嫩的那种感觉，有点装嫩，有点不想装嫩。对啊，我戴上那个感觉变超乖哎，那时候哎你说哎妈妈来我家变乖了，然后我就。我以前有很多发箍，但是我好像没有戴过来，而且我应该也不是我现在喜欢的款式。谢谢你们提醒我，我等下就去买。那我现在比起戴发箍，比较喜欢戴帽子。你是说，哎、欸，你没有，哎、欸，你本来就嫩，是我都十九了。好了好了，好像其实也还好，我不要再说了。好像其实也还好，还可以戴了。只是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包含 QQ 丽丽，对啊，我跟 Annie 直接混在一起。Annie 真的很常戴发箍，我跟 Annie 本来就蛮合的啊。是梦，应该还可以啦。我以前还蛮常戴发箍的，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拍照片，有没有留下来。反正我记得我是还蛮爱戴的。啊，我还是爱你的哦。买那些欧式马甲裙，嗯，好像很适合配格纹的那种，或者是买单色的那种也可以买一下。感觉可以买一下，我没怎么看过你戴发箍。有啦，我记得哎、欸，你直播他很常戴发箍。涵涵是我宝贝，不可以不知道。我们涵涵哦，不是我们涵涵，我们 AKB 有一个有李家姐妹，李梦纯、李彩杰、李佳丽这三个，我们是一家人。涵涵是我们最小的妹妹，
然后李佳丽是我大姐，然后我是二姐。对，我们是 AKB 里面有血缘关系的，就真正的姐妹那种。对，韩寒就是李彩洁，对，我妹妹。李梦从什么时候加进去，就一直都在里面呢、啊。对啊，我没有骗呢、啊，我没有骗。单边刘海加发箍，单边刘海，我有拍照哎，我今天我可以发一下，这顺序没有错啊，没有错啊。拜托李 QQ， 期待一下 QQ。没有，我们爸妈都是通用叫的，都是一起叫的。他爸妈也叫我女儿哎，他说女儿来，说女儿有没有吃饱？我说有。其实我以为没有啦，李佳丽比我大，他比我先二十岁，他那天办的是二十岁生日哎，我已经准备了，夸张。那你姐姐因为打疫苗不舒服？我没有哎、欸。这个女儿喂，爸爸就是爸爸，看到自己女儿吃的开心，当然会开心啊！你们懂不懂啊？不懂就算了。第三名志宏，第二名保罗。哎、欸，等等，应该要点进去。来，志宏，品韩蛇推 ，mina 面面 ，momo 日文助教。来自台南市，4月18出生的白羊座男生，谢谢志宏。保罗，某某粉，一位神秘的男子。为什么我感觉念自己有点害羞啊？流浪人，巨蟹座男生，来自台北市。好笑，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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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然后再笑我之后那个，不要 carry 了。再笑，等下字节都变成日文，我直接闭嘴。只要改成日文，我就全部闭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不要 carry 了，不要 carry 了。啊，我下了、哦，人家是要念，我可以念属于你们自己的东西啊，这个没有硬性规定，就是可以念属于你们的东西，对，不要换字节，谢谢。不要换字节，谢谢，拜拜。